没卡的。情况如何？农民载着工具，伫林景恒来找找目标，收集花蕊。只是今年受到气候影响，花开了较慢，嘛较少。收集的过程是搁较高工。公花它有八枝花蕊。一般我们用的是公花的，对。对，我们一般会吊的是公花。收较少嘛，啊，落落啊，搁落霜哦啊。平常时，那个龟壳开炼金花，看起来无什么路用。不过，伫中亚因发展开始火，第一阵农民经过观察，结果试验开发之下，就带有蜜香开的炼金花来加工做成花茶。龙眼花它收下来，它会发酵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阴凉，不能让它直接晒到太阳，因为晒太阳它的苦涩会出来。所以我们都是尽量收下来之后，就是放在阴凉的地方，让它通风，不让它那个蜜发酵。中寮乡出产龙眼，各行的龙眼馆嘛真有名。不过伫真侪少年人无愿意做事，劳动人口出现断层，转头来找找看多元的商机时，看到百货公司伫卖龙眼花茶，所以这几年嘛投入到花茶开发的工作。不需要啊，哦。产出来的这个花茶，它就是会有这个蜂蜜的这个香味。那当然还有一些就天然的一些哈，好像一些维生素啦什么啦养分的，嘿还是有的。然后我们有做检验啦，啊，那在包装里面都有标示。制作的过程，农民唔那是努力来保存龙眼花香气，也个营养，嘛结合着无毒的农业。和消费者会使食了安心，促进在地产业持续的发展。记者林雨欣，长报道。